五张罕见老照片，冰心才起，特分高雅，性感又务实。她冰心是民国有名的才女作家。1923年的冰心到美国留学，从上海到美国的约克逊号游船上认识了吴文藻，远在异乡的两人相爱了。1929年结婚，婚后更是甜蜜，风雨同舟，相濡以沫，做了56年的夫妻。图为冰心和吴文藻罕见合影，甜蜜的微笑极具感染力。那时候的爱情十分的淳朴。奥黛丽·赫本是英国著名影星和舞台剧女演员，她美丽高雅，时尚前卫，荣膺奥斯卡影后，世人敬仰她为人间天使。时尚杂志将佳人评为有史以来最美丽女人第一名。图为1942年奥黛丽·赫本13岁的照片，笑容十分美好。德怀特·戴维·艾森豪威尔195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获胜，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。1953年至1961年暂任，1956年再度竞选获胜，连任总统。图为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艾森豪威尔，不久后他和富商之女马米·杜德一见钟情，在1916年结婚，夫妇两人的颜值都高得离谱。好莱坞红唇女神艾娃·加德纳身材颜值双满分，与梦露同一时期不同风格的角色美人，拥有异国风情的美。米高梅公司评价佳人不能唱不能跳更不能演，但只要她站在那里就足够了。